稍微松了一口气吧，因为我们下一次对上 GS 会是 BO5 嘛 ，BO5 也是我们比较有自信的。我觉得就做好我们原本会做的，减少我们的失误，然后我去多帮助中上野，我们就能拿下了。Beyond looks a lot better than they looked on their initial days. We talk about these teams ramping up. 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赛区卡在16强已经很久了，那我觉得首先要先到达16强才有机会突破。我知道 BYG 的粉丝对我还有对队伍都有很多的质疑，但经过了下一场比赛之后，我相信这些质疑都会被消除。进入比赛，蓝色方标的根比红色方加拉塔塞雷这边选择搬掉了齐亚娜，和之前一样，厄皮留斯不放给你，佐伊好。那这边德莱文基本还是不太会变的，然后再就是凯南，是就看一下双方的第一手选吧。我觉得第三手可能会不会存在一个变数呢？第三手看一下 GS 要不要搬瑞兹。现在有个问题其实是 Crazy 之前特别喜欢用的杰斯没有那么好拿，因为对面是一个会玩塔姆的选手，阿亮有塔姆在的话不是特别好直接就是说亮杰斯。但现在作为红色方的话也可能存在他在后边一手 counter way 嘛。我记得之前有队伍在打 GS 的时候搬过贾克斯，对，说明 Crazy 他也是有一手贾克斯在的，我觉得贾克斯也是在红色方特别好出 counter 的一手。对，其实 Crazy 这名选手吧，更多情况下就属于那种就是需求型上单，你需要我玩什么我就可以玩什么的，毕竟老上单嘛，英雄时深。现在还有德莱文，这手如果放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演变成昨天 Dago 就一个人带着队伍前进的那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搬的。现在可以看到 BYG 也在赌你要不要放，吴奇安放德莱文了，德莱文也是后续增加了一个被动层数的斩杀，但这个不用一抢，因为主要是还是女强，就觉得现在女强太好用了，确实。像我们刚刚说的，他出场率高，胜率高，那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德莱文其实在这种悬崖边上风险有点高，对吧？万一前期被针对了，没有玩起来的话，那就真的翻不了盘了。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瑞兹加南枪，瑞兹加赵信的，这两个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好的选择。我觉得可能还会出 EZ， 我觉得可能还会出 EZ。男刀还有什么选？那这边 b 的根本是可以拿赵信，然后加木木的。赵信。因为呼萨的赵信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老赵信的老赵信了。来体系了。皇子嘛，皇子在11.19还没被回调，但是在11.20他是把这个被动层数给回调回去了。皇子可能更多就是我框住，然后再让女枪放大。杀赵信吧。沙皇打瑞兹，前期还要抢线，就 BYG 的这个思路还是没变，我前期对线一定要优。辛德拉还是辛德拉，因为这个打架会更直接一点。一样的线权，而且辛德拉前期一件套的时候作战能力就蛮强的了。那现在问题来到 Live 这边，他要怎么拿？而且其实看到左边这个阵容，他们在前面打架比上把更直接一点，因为上把盲僧还要吃一些 Q 的这个精准度，但现在盲僧换成赵信之后，他只要上去莽就可以了。是，还是 EZ。哇，那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选了，因为他到时候再把 EZ 一搬，然后可能再搬一个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卡利斯塔，那就真的没有英雄选了。主要是这是给 Alive 的一个选择嘛，我是跟你对抗拿卡利斯塔，还是说我还是避风头拿 EZ？ 对，而且 GS 他们每次选择基本还是属于更偏向于一个上线嘛，进第二轮搬。下线给他选个一对挂线就可以了。其实这样 GS 来到红色方的话，第二轮选辅助就有了优势了。现在他不用搬雷欧娜，因为他们能够先选。可以，就舒服很多。上单还有 counter 位，不怕被 counter。是。那作为蓝色方的 BYG 啊，可能要考虑到这个点了。格温。我们虽然看这前三选好像都没有变化，只不过是双方换了边，但其实也就是因为红色方四龙能先选，导致现在 GS 下路会舒服很多。我觉得如果说不搬的话，以现在这个阵容，阿亮是有可能要拿塔姆的，因为右边这两个英雄打塔姆不是特别好打，打塔姆有点费劲，而且再加上塔姆也不是特别怕 counter， 这边选择搬掉布隆。那有可能真的要出女坦了。因为这个架势的话，感觉真的想选女坦。Thirsting 可以先拿。看只有搬雷欧娜了。要搬吗？这最后一手 BYG。我觉得搬了的话，可能大概率 Thirsting 还是落。武器大师，他料到 Crazy 还有这一手了，那就雷欧娜了呀。那雷欧娜一定是上选，而且是要抢的那种。对，因为其实你像办了布隆和布姆，就铁定的明牌我要雷欧娜了。而且你发现下路 EZ 跟雷欧娜还是 EZ 加洛，其实差距蛮大的。是，泰坦 BYG 要回归到远古时代了，就是泰坦再加女枪了。而且泰坦这最新还是有一点点 counter 雷欧娜的。是的。你一过来的时候，我给你勾断，你可能第一时间点 Q 不出来。而在后续泰坦的组合其实也做的可以嘛。卡米尔办武器想选卡米尔，还是选了洛啊，因为觉得洛的开团可能更直接一点。洛这把也可以跟着赵信进场，然后提供了一个团控，也比较方便女枪去扫大。是因为这把其实左边是有开团的嘛？嗯。卡米尔把进场进行到底，感觉 BYG 这阵容选下来的话，开团点非常的明确，而且打团非常有画面。Crazy 要不要？我感觉。 万豪不错，万豪剑姬其实都可以，但我不知道他玩不玩剑姬。他我昨天看了一下数据，他是在排位中玩过，但在比赛中是没玩过的。嗯，其实万豪这阵容真不错。是，其实万豪是属于那种比较正常的一个打团型的，但如果选择剑姬玩的难度够高的话，其实他这个阵容是完全可以秀起来的。啊、主要左边进场的肉多呀，这种赵信一进场，我万豪直接给他暴走，砸下去也疼。鳄鱼也好打，鳄鱼的话，这个阵容其实上半区会非常厉害。这样的话。 这边的一个 Thirsty 应该又是要往上游的，这个阵容上半区很厉害，还选择去打上半区。但其实选鳄鱼的话，这个版本虽然说它这个自我眩晕时间回调了，从0.525秒变成0.375秒，但其实它的一个眩晕时间还是被削弱很多的。嗯，对。但我觉得那个削弱还是主要是可能鳄鱼跟豹女、鳄鱼跟岩雀这样英雄配合度会降低，是它自己的一个强度对，确实还在。 但是你像面对卡米尔加赵信的话，自己还要考虑一下男刀第一时间的一个刷野，还有说后续能不能赶过来支援这个问题。但卡米尔其实本身对线就没那么好打鳄鱼，然后现在他的适应性护盾 CD 又增强了。嗯，马上进入比赛，蓝色方标的根本，红色方加拉塔萨雷。哎，而男刀还是选择带了引燃。卡米尔这把选择是没有带这个 TP 加点燃啊，选择是带了闪现的。嗯。 主要 Chris 的对线能力也挺强的，他这把带点燃对线也不一定能杀鳄鱼。打鳄鱼的话，确实还是要靠很多自己的熟练度。是，而且加上有些时候其实是要看对面什么英雄，比如说他这一把的话，他如果要去针对 EC， 他如果不带闪现是碰不到的。是，加上呼杀可能大概率会往下路走，上路也许受到打野关照不是特别的大。我觉得真要说带引燃的话，就是劝退对面来单杀自己，对吧？引燃喝退。 有一个医学获得率的分析啊，嗯，这个鳄鱼也是偏高，31的医学。Alive 这把是选择带了一个长剑三红，主要也是因为现在如果你对上女枪的话，你不带这个，对面是一个彗星流女枪，你如果你不带这个的话，线上很容易被消耗。对，一般来说多蓝剑可能对线打一波嘛。我记得上一场比赛可能卢锡安对上女枪的时候可能会带多蓝剑要打一波，但这种对线打消耗可能很难有人头爆发的，还是会带长剑三红。是打一个 EA 挺难受的，将近100的血，躲掉了这个 Q， 进来给个眼，扫描马上好，等一下。 哎，对线有机会，若能先到2，就是 Moran 嘛 ，Moran 因为他一波兵之后就可以到2了，他这个经验吃的还可以，挺到位的。而赵信和男刀还是选择在从下往上刷。好像这几局两边打野的路径都没有变过。这上路好凶，直接一级就上来去换血换到底了。嗯，战龙扫边缘扫到了。 那这样其实卡米尔也没亏很多。对，主要鳄鱼把那个药瓶喝了嘛，其实两边血量没差太多的。这样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线圈问题，因为鳄鱼马上到2了，哎，没推到，双方互量图标。哎，阿亮说虽然现在没补刀，但是他的补给品都还在的，而且他也不是特别怕消耗，双复苏的肯定是。哎呦，这把被 GS 下路可能要先抢2了。嗯 ，GS 这个下路，他这样出装其实最大一个原因就是，哎，我们先看上路这波交换血不错啊，躲了外圈之后再转一个红度的 Q， 嗯，这确实 Crazy 这波换血蛮到位。不是啊，来上半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发现了。嗯，而且这波鳄鱼是把E交了，哎，扫一扫，知道自己被发现了，那行，溜。查完之后想打一下女塔还比较肉的，但其实一直在前面的话会被小兵打。 哇，这波 GS 换血好亏啊 ！BYG 下路是有守护者的，女坦太靠前了。嗯，但是没办法 ，GS 开始我们说完的就是他这个下路要推线，他推完3波之后再回去要补一个女神类。嗯，他一定要补女神类，就像中单一样。现在博露露也是这个打法。对，他只能强行去把2波线给推进去。是，要不然其实会被女枪给推回来的话就很难受了。这一波推完就要回了。 而且从召唤师技能上来看，其实 GS 下路的这个技能要更凶一些。左边一个净化，一个虚弱，其实很难对线击杀了。其实这个净化就基本，哎，看一下翻墙走掉了，因为这边阿亮先来的，阿亮战术横扫扫到是，但因为自己比较靠近塔，所以没有后续了。哎，博露露也来了，魔幻的蓝量很低啊，只能打一个 QE 的蓝。嗯，而且南刀是回去打他的石头人的，可能呼闪要双河蟹了。应该双河蟹了，因为他径直往下走了。而且下路 Alive 是被打断了回城，这波很伤。他被打断回城，回家就叫亏线了。这波回家出女神泪。正好 BYG 的呼闪也是蹭这个经验蹭到刺激啊，再去过来去选择动回到西线。这波打断回城，然后加帮打野拿双河蟹 ，BYG 前期的节奏又起来了。是，你看 BYG 每次凭借这种小的一些细节，能够在前面保证自己的优势。已经开断线了。但其实鳄鱼断线会要舒服很多，因为鳄鱼的 AOE 过来还是不错的。先打一套消耗。打一套，但这里其实第一时间能打出被动吗？打出来了，但这里还要被打一套呀，但还好给引燃闪现，然后被动自己很危险。阿亮这样直接完成了一波反杀。不是，我觉得这波其实是最关键的，没有考虑到情感一个闪现啊，是可以拉近距离的。闪现一个 Q， 漂亮，拿个人头溜了。站起来的话，猫王也是 TP 到了上路，这最稳妥。哎，拿这个一技能，有点糙。无伤大雅。下路一个预判的 W。其实这波他没蓝了嘛，他如果有蓝的话，可以看看有没有好的机会。Thirsting 毕竟开始没有回城的，在下路卡线。是的。但不多说，其实刚才瑞兹也是很果断啊，选择了最稳妥的一套。但瑞兹交闪现其实是有点危险，他要小心下一波。哎呦，辅助能回，辅助能回吗？辅助回不了，治疗给一口，那这样其实治疗都没有那么有必要交。如果他后续那个 WQ 中了 Kino 的话，可能能换一个路。还交闪，连刺开门能扭开。等一下 ，Kino 有点危险，交闪现再走，来有点危险，卖一个其实就可以。不过这边路是被小兵 A 死了。其实还是很亏啊，因为毕竟 AD 死完之后，这波线是没法吃的。这波赵信也是比较勇的，主要是这波 BYG 下半区跟打野的招式技能比较齐，可以一直追。中路来蹭一下，Mojito过来蹭到了5级。对，其实现在Mojito比较难玩，因为它需要一定的蹭经验才能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刷野速度。3级的 W 这个刷野就比较快了。还想来找上路的麻烦，但是露露没蓝啊。对，想看蹲猫王被蹲到了，一 W 直接冻在原地之后，旁边跟他控制，这波应该有了。与日食炸一下之后，最后一技能收尾。旁边河闪能走吗？不过 Kino 是在这里反蹲的，再反一个蛤蟆。这波猫王太不小心了呀！指过来，一起动，看到了 Kino， 那其实应该懂了。这个时候要先杀一个再走，就杀这个打野，不杀应该是走不掉了。但是阿亮这里它是一个5级的新钢影，换掉一个，换掉一个可以了。是女枪也赶过来，但是回口血还可以啊，人头也是再次给到女枪。Doggo 这波很灵性啊，直接跑过来了。是因为他关注到 GS 上半区有4个人，他那波回城之后其实直接往上路走了。是。而且刚亮其实那波拉扯也做得很好，对吧？虽然说对面人多，但他第一时间打完一套之后往后拉一下，然后找对面的残血。他状态保持得很好。他上去是先给战术横扫的，对吧？先打远程消耗，然后一技能还踢2个。但是Alive在下路吃层塔皮，算是都可以接受吧。但是现在这样一来的话，前面鳄鱼的压制起不到作用了。阿亮现在2个人头，然后越往后打的话，其实这条线是青钢鱼越来越好打。对。这么说的话，就是 GS 其实还是有点着急的，对吧？刚刚布露露其实在蓝量不是特别健康的情况下，跟队友一直往上靠。虽然说是找到了脸探草丛的茂安，但是后续那波还是就硬要再越1、2塔之间去追人。是，虽然说比较冒进，但其实这个线是 GS 上单鳄鱼要赚很多的。你看这线再砍完一波，一会儿吃完应该是要领先20多刀了。对，线还是赚的，只不过青钢影这2个人头也算是补了一大口血。是，等级现在好在是还没有差价太多。Kino 来下半区，这波赵信6级了，瑞兹也有2级鞋了。GS 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双 C 的发育啊，虽然说在前期频繁的打架还是要帮助上路鳄鱼打开一个小的优势，但是要回顾过来还是要看双 C 的发育。现在兵线已经缓推回来了。呼闪想斗峡谷先锋，因为视野都还不错，而且针眼架在旁边。洛从线上消失了嘛，其实也是给到 GS 一些压力。现在 GS 应该是要放，对，应该是要放。这2个女神类现在作战能力不是特别强，辛德拉、赵信以及卡面，她这个时候作战能力都很强。虽然说上单 Crazy 是个鳄鱼，但是这个时间点，刚才闪现刚交过，而且现在也没什么视野，放了，直接放。BYG 前面又是拿到一些小优势。就我们已经在四把看起来的话 ，BYG 都是有接近优势的。而且 BYG 的下路二组没走远，这波还能去防守下路层，下路也没亏。W 咬完之后把对方过了，这波漂亮。阿亮一丝血，他是没有 TP 的，这波必须得回了。是红路 W 赶紧保一保，赶紧保一保。这波要开吗？但是好像不太行啊，是因为第一时间的怒气不太好。还好呼啸赶到的及时啊，不然的话，这男刀可能翻墙过来就一套秒了。我打野亏了呀，打野刚才这个蛤蟆打到一半直接过去了，而且被某巨头给抢劫下来了。瑞子要靠，哎，这个给你个蓝。哎，你身上有，算了，给我吧。现在 GS 他们在频繁的在上中野找节奏，因为看一下能不能帮鳄鱼再去进一步扩大优势，现在已经很大了。哎，直到，但是在原地。对，因为没有塔的一个仇恨啊，所以没有后续的伤害了。哎，莫黑头再次来到上半区，旁边是有做眼的阿亮贴边走，阿亮这把露露再往上，但是这有个针眼已经看到他了。想3包1啊，这波看一下给眼之后想强越。只要挡断钩锁之后是有机会的，但没有挡断。旁边这开车过来之后 ，EW 能动到吗？只要闪现 ，EW 跟上之后伤害好像不太够啊，再跟上引燃，大招哐一下堵下 A， 但后续的伤害完全不够。那这波也只能去尝试一下了。是亮的这个海丝通牒把男刀的技能给躲了，伤害差了一点点。下路 Dustin 来了，这波在原地开了一个大招，定住了赵信，赵信扛打扛到极限，但是这个防御塔挡了一下自己没有收掉，这波漂亮 ，R 闪过来之后直接躲开了防塔的仇恨啊，最后。而且Alive好像是走不了了，因为刚才博露是刚交了 DP， 赶紧溜，赶紧溜，这波溜就可以，是交闪现，这 BYG 找回自信了呀。其实 GS 他刚才主要还想越上路，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对面拿了峡谷先锋，这波肯定要推下，如果不越上路这个一血塔就要掉了，但越没越成功啊，起码能让抬起来，我觉得没引燃没大招的话伤害完全不够的，现在经济。也是慢慢的要被小扩张开了，有 TP 怪是鳄鱼，想要动吗？旁边博露露正在绕小龙吧，应该是最关键的。但这波因为被打了血量，所以先回城了。赵信也要回，那这个小龙还是放掉了，蛮可惜的。因为 BYG 下路优势那么大，如果这条龙要放掉的话，其实前期的优势没有转化成中立资源，在残留的野区资源去侵蚀，没办法了。当然拿了一血塔，其实前期这个经济。还是滚回来很多的，不然的话上路裂口那么大，现在不可能是个平经济的。现在上路这个虽然说整个其他的路啊不太好说，但是鳄鱼这个压刀压的确实太多了。对。而且卡米尔这波线也不敢吃镀层啊，瑞兹赶紧赶过来。双方应该都是一个道理吧，对吧？就鳄鱼这边虽然肥，但是先锋也不是他们拿的。是，现在其实左边肥的还是来源于下路，这个Doggo还是比较肥的。其他点的话，其实你看到瑞兹现在300赏金，他刷刀刷的很多。他12分钟，将近12分钟120刀。是，而且他女神类出的其实也蛮早的嘛。是的。不过这把 BYG 跟上一场一样，同样是一个前期提速的阵容，但在10分钟其实没有拉开经济。上把这个时候已经有2000的经济优势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卡米尔的发育实在太差了。卡米尔，别看刚才人头虽然拿到了，但他其实一直没补刀的。他补刀是被鳄鱼一直摁在线上，而且经济差2级了，这对于上单来说太恐怖了。对，经验差2级，7级打9级，上单来说的话就是没有翻身之地。尤其是对于鳄鱼这个英雄来说，你要是被压经济差的话，他可以吊打你。但现在 Doggo 其实下路推了一塔之后已经开始动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你最肥的女枪下路解放了，然后往中上去游的时候可以配合落的这种控制啊，去找对面落单的人。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会儿打团的话，可能 GS 的上单鳄鱼吧，这个可能会成为女枪的一个噩梦。还好现在没挺进哈，如果有挺进的话，这真的很难受。如果有挺进的话，应该不会出现女枪这个英雄，是因为4级就不会让它出现。中路，打个爆破，吃个塔皮，硬着头皮吃，开幽梦跑，吃完之后赶紧开幽梦溜。现在上来经济我们看一下，领先了1200块钱，中路是领先了700-800，而 AD 方面其实 Alive 还是落后了不少。波露露，这把现在太深了吧 ！Q 到，但是旁边好像没人跟得上。是，旁边中路直到大招刮一下，回头一个洗死了，弹幕时间直接洗死了这边的一个Alive。点燃能点死吗？点不死，伤害是不够的。而且同时上路1打2，鳄鱼想要1打2的话 ，Crazy 有点上头，他没红。闪现回到塔下，1打2还没死，闪现推还没人就跑了。哇，这 BYG 有点小崩啊！现在回血太猛了，主要刚刚中路 Doggo 那个大招没被 Zersin 打断，这个很伤啊。是。他雷欧娜 Q 完之后，净化一解就再打的。看这波，双方各自的地方好像不太行啊，过来翻墙过来，反正想杀对面的。这边给小杰加到，小杰让这个辛德拉，现在还有最后一丝血，这样触发了一个守护者，点燃让男刀收下了人头，而男刀的作战能力还不错，摩皮头这波还可以杀一个赵信。 赵信也被男刀给收下，而与此同时，阿亮你得走了，阿亮被 W 盯住，能走。这波 GS 在野区逮到了一波机会啊，男刀翻墙过来，配合瑞兹的闪现 EW， 确实给到对方致命一击。是，主要 GS 是一个包围之势嘛，而 BYG 的人其实追的太死了，而且辛德拉一旦被包，其实很难发挥了。本来其实我们看到刚 BYG 在前面有一点小的优势吧，就资源优势，但现在其实这几波是被 GS 找回来很多。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上单这个鳄鱼是挺难解决的。那这波，而且男刀这个时候作战能力是有点强啊。大招开起来，闪现 EWQEQ， 直接给这个辛德拉控在原地，然后配合引燃烫死。赵鑫这波是尽力了呀，大招甩得很漂亮，把 GS 三个人全甩飞了。那其实赵信也还好，他收了一个大人头，收了一个瑞兹的头，这波自己也拿到了应该有的东西，只是他补刀，他刷刀刷太少，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隐患。现在卡米尔是有了神分啊，但鳄鱼现在装备已经是完全可以搅后排了。卡米尔还是尽力在做输出，没有着急出铁板靴。面对对面这样的上野，都不出布甲靴的。因为他如果出布甲靴的话，这个一辈子都没法去在团战里面打这个比较好的功能了。是。他最起码做个神分，还能威胁一下后排，或者说威胁一下瑞兹。本场 OP 选手也给到了 Doggo。其实我觉得这4场比赛看起来 ，GS 的思路也是蛮清晰的，就是我下路 Alive 打不过你，那我上路 Crazy。 怎么说？再给你选一个对线强一点的英雄吧。当然，虽然说前期上单 GS 一直都是有优势，但后面莫名其妙都会被2给追回来。是，而且这把龙的节奏很慢，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找个单杀。W 给到减速了，推掉了，可以推到了。他这边闪现的大招，哎呀，差一个平 A， 再翻墙 W 减速，漂亮，这波跑掉了，给他。落袋的是虚弱，就差一个引燃的伤害了。这波确实男刀也是比较深啊，那个位置。先锋招中路塔肯定这样没了 ，EZ 守线能力是比较差的，而且他一直推不过德文。这把 GS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想看到那种局，因为小龙的节奏很慢啊，所以导致他们双 C 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发育到后期。是。而左边其实到了后期来说，真的只有个卡米尔了。但这个 EZ 出的是个3项啊，他在 Q 之间要穿插平 A 的。我觉得这把有青钢影，有赵信，包括洛。 他是不是没那么好去平 A 呢？其实神分的收益也还挺高的，但是这个得看选手自己。有些选手就是喜欢穿插平 A， 因为神分其实打这种高血量但是低护甲的英雄，收益是相当高的。就像赵信对吧？卡米尔这都属于高血量低护甲的。现在回家，德国又是拿到了自己的星石，并且又补了一个，又小补了一个巨石短臂。下线又要来一个排眼刀。 其实，在团战中 ，GS 他们这个目标就只摆赏金杀了之后，其实这个阵容输出就少了很多了，因为他们更多的把经济全部灌给了自己的 Doggo。比较缺少持续输出吧，这把 Doggo 还是个穿甲流，可能也就是一波大招的问题。那后续持续输出，辛德拉也是打一套，那就是看这个量了。而且你看女坦这低价装备很有针对性啊，怨恨锁链直接套在了女坦脖子上。这个环节提前了呀。哎，但是这边好像没有套到 Doggo 身上，他是不是？看一下。 我感觉是不是套在了茂安身上？但茂安其实现在威胁不如女枪大。哎，对，茂安大招也不太可能会给 Zersin。我们看团战吧，团战中应该会改变一下，毕竟还能改。目前也没有什么中立资源了，这个时候就看两边阵容找机会的能力了。是，现在就属于你推一波，我推一波，然后看一下野区资源谁抢更多一些。真说找机会的话，我可能觉得 GS 会更胜一筹，因为男刀支援快嘛，然后布鲁鲁能开车，雷欧娜的控制也比较稳定。而且现在可以看到 GS 如果往后拖的话，这个瑞兹是边带左边很难处理的，因为6131鳄鱼在上带，然后瑞兹在下带，左边这个处理的来说要投入很大的人力。GS 不一定能赢团战，但是他单线真的很厉害。现在鳄鱼的这个单线以及瑞 这个单线都太强了，而且鳄鱼的装备卡米尔是完全没法招架的。想开车骗个假车，推到了，哎，同时这边是这边的一个 Mojito 先动手，够了，哎，洛来了，这个烫死了，直接了，旁边能遇到了辅助洛，但洛这边还行，而且这里也一直被卡打，大招开始洗，洗的非常不错，我洗死双杀，这是卡了个死角，而且这个大招是并没有打断的这个，嗯，这没办法了，你往回走的话也是要死，哇，直接5-0了，这 Doggo 在前面投入了。 经济没牌投入啊，而且他这个大招洗出来的时候，他是没有交双招的，下一波团战还是很难针对到他。嗯，这波其实在第一时间的约塔做塔克，但后续的撤离速度太慢了。经济下波一想要动，后面有 TP 过来的是一个报恩 ，Crazy 开大招，波露露也踢过来了 ，Crazy 能走吗？先躲一个 Q， 闪现 Q， 想要去杀，想要杀报恩，被晕住了。 保安先阵亡，这边阿亮能走吗？阿亮回头击了一下，永双没有定住，打爆炸果实过来，勾杀过来想要去动一下 Crazy， 先把 Crazy 给扫开，人头上阿亮没拿到，但感觉追的话有点难了。闪现过来给了一个虚弱，四个人追一个，是的，但后续没办法打呀，4打1太难打了，一个人雷板抵着4个人，最后被杀完之后，看一在旁边一直 poke， 但没有任何的作用。是，而且这个马上20分钟了。 不过还好，男刀还在。其实刚刚胡傻很细节啊，他是先 E 的瑞兹，然后回身给 R， 可以把 Crazy 扫回去嘛，因为他挑战的是瑞兹。但左边支援太快了，对吧？这个支援真的是瞬间就过来了。而且 EC 现在说实话，出3项这个时间点伤害太低了，他得4件套，3项才能够真的配合穿插平 A， 体现出的价值。 那还好，就像你们刚刚说的，这把龙的节奏很慢，他们是有机会往后拖的。是，瑞兹可能是最得利于这个龙的节奏吧，因为瑞兹装备，你看他第2件做提升，本来没什么输出，但龙的节奏很慢，他可以慢慢的发育，对吧？慢慢把输出给补出来。哎 ，Mojito 过来，但是已经有眼位发现了他，一技能指到 Q 大招定在原地，伤害有了，秒了，直接秒杀。辛德拉在对面日女加上男刀的这套组合之下是很难存活下来的。 辛德拉太怕被包了，就只要有人从自己身后出现，就好像被小丑打了一样。是猫眼这把要小心点啊，他已经来到0-5了。虽然说一直在针对他，但其实有一些比较能够靠意识关键点不往前走，他是选择往前走了。W 卡断下回城，但是没有后续伤害，还是非常小心的。嗯，但是他一旦装备没起来的话，他给不到对面威胁。这英雄其实他就是打一套。 爆发去秒人的，而且你看他出装啊，没有选择做炉灯，他选择做大面具。那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选择打一个持续输出。是。现在这一波要来打小龙，如果 EZ 回家，他能够掏到自己的魔切的话，其实这波有的打，因为右边装备其实挺好的，上单有血手，打野2件套，中单也2件套。是，你要对比的是 AD 对比上单的装备，现在鳄鱼装备还不错，然后虽然说赏金的装备也不错，但其实他俩是可以互相较量一下的。嗯，而且现在Doggo其实要小心。 如果说他第一时间被针对到的话，他大招开不出来，大招开就打不了太多伤害，那很有可能 Beyond 的根本是要输的。你看他这鞋子做的就有想法了，直接护甲鞋。是，而且还补了个表抓。他现在人头值950块，这是一定不能被提快。这要是被瑞兹和这个 EZ 拿下来，一定不能被瑞兹拿，太恐怖了。他现在是有双招，而现在我们看到右边其实没有什么闪现，只有 AD 有闪现。是。又到了今天的关键时刻，抢龙环节。而且这波 Crazy 没有绕后的位置，其实是切不到女枪的。哎。 现在龙先回血啊，大家都先放一放。鳄鱼想把这个怒气给涨上来，然后闪过来，三个转移给挑起来，想去秒掉对面 AZ，AZ 被秒掉，辅助也被秒掉，这波洗的相当不错。这团战开车之后跟上来，大招框起来，布鲁感觉要死了，压个洗人完之后，龙还可以收。正面闪身鳄鱼虽然比较肉，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去打3个人。哇，这波辛德拉立大功，他在那个艾虫那里直接推2个人，张旭直接一了。想秒一个，想秒谁？想2个都有点想秒，但是伤害多差一点。还有一个。 回头的 W 是没有击杀的 Doggo， 是 Doggo 这个秒表是立大功啊，否则被双杀了，不然就1000块了。是的，真的是立大功。我打完之后回身去打大龙 ，BYG 这把终于是在一波团战当中把这个经济底线给拉开了。哎，大招看一下能不能刮死 Doggo，Doggo 现在还在回血，哇，这边没有选择打，很稳很稳。嗯，其实是个好的机会。 但他们觉得还是女枪吧，女枪这打龙速度太慢了，而且万一是被这个大招刮死，再或者 Crazy 踢过来，他们是真的有点难打。嗯，就不打就是不给机会嘛。但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打，因为 Mojito 复活的时间很久。嗯，可能考虑的是鳄鱼有踢吧。是的，毕竟职业选手他们考虑更多吧，因为考虑到种种方面，如果打的话，那后续一些承担的一些因素，可能自己要承担。如果现在是1-1，可能就打了，主要现在是2-1，他们不能再有失误了。然后现在你看一堆装备，其实慢慢也补上，但是对比起女枪啊，还是差很多的。对，而且他下一件应该是要补塞维尔达的怨恨，是的，是补些穿甲。但刚才那波，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是一个是辛德拉，还有一个赵信，对吧？闪现的三种爪击挑起来的话，确实是直接秒掉了。来看这个红包，对，这个隘口太关键了，而且他是他多了个球，他攒，而且他这个赵信是攒了第三下，攒了闪现 Q， 对。哎，我们再看野区找，这边应该是知道阿亮在这儿的，找到了，阿亮就走不掉了，阿亮能走吗？没有闪现，人头。让600拿下了一个下档，但是中路在被推，没有人回防啊。二塔应该是可以被拿下来。那这样其实对于经济来说，双方等于互换波经济。嗯。等于说是下路啊 ，Crazy 在带，这带线没人去管他，因为辛德拉现在带线是非常伤的，他现在带线是有可能要被杀。嗯，辛德拉太瘦了，他还是打团里面提供一个控制。交七 P 过来想去逼龙吗？他知道刚好 BYG 是避了一波的，这波大家都不在野区，而且中路有人在装，是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辛德拉第一时间是在下面的，想去看一下单杀 W 之后 ，A 打出普攻，原地金身有闪现，在等兄弟，B 闪现技能，B 技能，那这边想要追，但是你现在哎，等一下，所有人都在大龙没了呀，对，一个人换大龙是相当赚的，只有鱼肉，养小柴犬，人头给阿亮拿到大龙。这边是 GS 收入囊中，这波再拖 ，GS 的一个调虎离山啊，是做的相当不错。GS 特别专，因为这个鳄鱼是个1-3的鳄鱼，没有赏金，是个干人头。加上刚刚辛德拉是交出了闪现的，其实后面，就 BYG 面临对方这个大龙 buff， 就又要往后拖了。因为往后拖的话，这个瑞兹 EZ 就更强。现在 EZ 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啊 ，EZ 现在他的输出手法是有的，但是更多的还需要装备。我感觉刚刚 GS 这个分兵作战确实做的很不错啊。是的。他知道现在正面团可能打不过，那我就打单带。别让他该面，现在要来逼一下正面团了，因为知道你可能要去分带，一定要逼正面。下路可以推个塔，600块。那这把 BYG 打的还蛮保守的，都是推完就撤，推完就撤。对，虽然大龙拿下来，但是其实对于他们一个，你说真的帮助很大吗？因为现在这个线整个来说大家都在互相处理，所以不会给到左边特别大的压力。是。其实目前看下来，经济差是完全能接受的。对，这条大龙更多拿就属于不让对方拿，对吧？对方拿的话，可能这个进攻就完全乱了。想秒都够，但是都够撤很快。嗯，而且都够现在是双招都在啊。而且有一塔，这个 BYG 的中一塔还在，其实对于他们做视野来讲，是非常方便的。你说现在这个男刀去秒女枪的话挺难的，因为有铁板靴，对吧？然后进化又能解引燃，那这样来说你伤害有可能不太够。再稳一点可以出夜之锋刃。对 ，GS 现在要做的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中路一塔推了。这中路一塔真的是桥头堡啊！啊！而且现在这个女枪的这个经济1000块钱啊，右边是很馋很馋的。嗯。女枪现在已经4件套了。马上40秒刷新的这条龙，鳄鱼已经着急回家去做装备了。我有刮2个，但伤害不是很高啊，因为自己装备不是很好。现在让我们回头去带线。现在青钢影去带鳄鱼是完全可以带得过了，因为鳄鱼的装备已经是没办法去跟青钢影去对抗了。虽然刚刚都2件套，但这个时间段的青钢影可以凭借自己的G9不断的去消耗鳄鱼。嗯，越往后越厉害嘛。是的。但看 Mojito 这个男刀还在带，现在往下走，虽然说他能翻墙来得及，但是龙坑的位置可能 GS 不能先占了。兄弟们，等我吃个塔，他们要放了。因为这样来说，其实换经济对于男刀是赚的。毕竟现在拿大龙 buff， 尽量还是多推嘛。嗯。不过现在中路 BYG 完全不放，没有必要去扛着这个女枪的最高的一个输出时期去跟对方打一波小龙头。哎，这一波阿亮在上路遭遇2个人，一技能见到了，这边直接给一个点燃，一死血，哎呦，阿亮又上头了呀！是阿亮每次看你为什么在我塔下，我直踢上去。而且我们看到这边鳄鱼逼了一下，是逼出了红色的一个闪现。可以推一下上路高级塔推完直接走。哇，这波阿亮一上头导致他没了。开了皇冠想加速过来看一下能不能追到，直接开大招想追，有闪过来把他抬起来，但后续上浪打得非常高，有金身，但车开不出来啊，有闪现，最后也只能是造出掉。Legendary 拿到了之后，旁边打起来 ，Alive 这边投上来又拿有人掏出，马上双杀。大招再定到原地，鳄鱼直接闪现过来 W， 但是金身开在原地，咬到了，也是会死，但是这边都是挺能活吧，自己又被塔给换掉了。而且赵鑫的作战能力还不错，跟鳄鱼进行一个皇室 battle， 但旁边洛也赶过来了，这赶紧撤一下。女枪在旁边，这不赶走不了了，身上给了一个虚弱。达州再捅一下，想回口血，回完血之后还在打，但是后续女枪过来人头跟女枪就不太好了，最后被赵鑫拿下 ace。 哇，这一波上下两条线打的实在是太上头了。是，刚才男刀完全可以走，他回头晃了一下，送了一个大人头。主要这波洛的追击很果断，用了一切技能，闪现大招、W 什么的，就是为了追对面的瑞兹。嗯。 这打完，其实现在 BYG 是很舒服的、啊。虽然我给了你高地塔，但是你的人头全被我收完了。是，感觉如果说刚刚杀了亮之后把高地推，直接能够全身撤退的话是很赚的。但是其实洛第一时间的反应是非常迅速啊，惊鸿过膝加闪现 W 直接抬起来。有皇冠，他判断了那个距离，他是能追上的， 对吧？判断的很准确。给卖了一下，永生定住，直接往后走。 其实这个时候拆完之后，瑞兹可以开车的，但是他开车的话怕打闪现 W 应该是，对他开车也会被打断一下。是的。这个时候 Mojito 可以走，但是他还是晃了一下，这波也被杀了。我以为第一站他是走的，哦，但是被一个 AQA， 哦，然后还有一个彗星，而且中路也太上头了呀，中路这一直想杀。嗯。这个鳄鱼是 DF2连啊 ，TP 下来直接给闪。 但杀一个辛德拉其实不太赚，辛德拉现在杀的是前都还好说，哇，杀真太赚了。女枪我给你干呀！这女枪现在9-0-7啊！啊，马上神装啦！哇，鳄鱼第3天是出了破败，那果真像我们想的那样子的 ，GS 可能想前期等双 C 没发育起来的时候想单带。 对他其实破败很堵，但是出的有点晚，我觉得。他这破败我觉得真的是很堵，但他现在出破败单带是有，他能赢卡米尔，他能赢卡米尔，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正面压力太大了，这女枪的正面压力非常大。而且卡米尔打鳄鱼，他可以拉扯，但鳄鱼打卡米尔必须 all in 啊，是吧？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就你鳄鱼打卡米尔一定是我要开大攒一波毒气过来去跟你 all in 的。加上现在 GS 有这个龙魂的压力啊，鳄鱼一定要看团的。但是瑞兹这个位置其实自己打的。 已经强要弯被躲了一下，先开皇冠，威慑一下。卡米尔之前有 TP 的，想转上路，想要从中路转到上路去，上路可以推二塔。而且现在这波团如果打不好的话，有可能会被一波，因为现在兵线上路是非常好的。现在 GS 很着急啊，这青钢影在带。在转上了，而且右边是普坦塔过来直接追的。现在直接推是有机会可以上高地。 对，这正面4个人刚刚拉扯的很好，对吧？没有被对面开到，然后亮也是成功带到对面上路的二塔。啊，踢上来了，直接大招哐哐的打完，是一个日语。哇！但是这边，这边你像这打的非常高，Doggo会被换掉吗？没有被换掉，要被一波了感觉。我这还没有死，这还刷了一层盾，要一波了 ，BYG 要把比赛拖入决胜局，是。 让二现在完成追二，不是刚刚雨桐为什么要打断我？我刚说让二自杀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打断我？现在真的有可能会发生，而且 GS 这一会儿看到给我们展现出来，在中期其实没办法接团了，对吧？每次在左边拿到优势的话 ，GS 在团战的处理来说，基本是一团糟。 团战的能力上面感觉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偏差，感觉不太对了。BYG再扳2城比分变成2-2。